李太尉在楼上看到这一幕，欣喜若狂，拍掌叫道：蓝忘机不是一般人，李太尉混迹官场多年，怎么会看不出来？快跑！魏无羡看到李太尉要下楼，立刻扔下蓝忘机手中的绣球，抓起蓝忘机转身就跑。哎，接了我的绣球就是我的姑爷了，你跑什么？原本就熙熙攘攘的大街此刻混乱不堪，一群人追着魏无羡和蓝忘机满街跑，两人跑到城郊的树林里才停下来。魏无羡也不管自己满身大汗，一把拉住蓝忘机，把自己贴上去。魏婴，你干什么？蓝忘机一手按住不安分的他，一手整理衣冠，一路长跑，两人都衣衫不整，脸色微红，渗出细细的汗珠。接了我的绣球就是我的姑爷了，你说我干什么？魏无羡重复李太尉的话，蛮不讲理的伸手去扯他的墨额。蓝忘机辩解道：是你抛来的。我抛你就接啊，你不会躲开？你今天招惹了西湖第一美女，怎么办？给个说法。魏无羡道。蓝忘机终于闻出来了，有股酸酸的味道，看了他一眼不说话，那眼神在说：你在昆仑山比武招亲，招惹了纳兰，现在我接了绣球，你也不能说什么，何况绣球还是你抛来的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咦，这是什么眼神？魏无羡被他这副满不在乎的表情气笑了。我告诉你蓝湛，这事儿我跟你没完，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怎么可以接姑娘的绣球？家规三千遍，给我老老实实抄完。家规三千遍。蓝忘机的嘴角升起一个弧度，眼神闪烁着莫名的情绪。这个天天触犯家规的人，也好意思罚自己抄家规，还擅自扩大十倍惩罚。魏无羡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，毫不客气地蹬鼻子上脸。对，家规三千，必须用草书写，不能用你擅长的楷书，听到没有？不抄完不准出西湖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许久，魏无羡道：算了算了，我投降，不罚你抄家规了。你没错，是我错了。听到他说是我错了，蓝忘机停下来，亮如星辰的眼睛看着魏无羡，两人对峙了好一会儿。魏无羡有气无力道：是我错了，绣球是我抛给你的，你接了我的绣球。蓝忘机沉思了片刻，再次狠狠拉住魏无羡。魏无羡想不明白，蓝湛这是干什么？我假装认错，他就真以为我错了，岂有此理。魏无羡悲哀地发现，跟着蓝忘机混，自己不用带脑子生活了，智商变得惨不忍睹。这事儿要从进入西凉国那天说起。纵然他再怎么吹鼓自己一酒一驴走遍了全世界，也不得不承认西凉这个国度他没来过，其繁华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。西凉重文轻商，有十万大山做屏障，不必考虑外强进攻，有的是机会发展文化和商业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走走停停，花了半个月，终于抵达了京城，找了最体面的一家客栈住下。他本来还抱怨自己走得太快，路上没玩够，可是到了京城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却后悔自己走得太慢，来得太晚。与江城精灵约定的会合时间还有半个月，师姐在皇宫里尊享荣宠，不需要他操心，便以了解风土人情为由提议出来逛逛。大街小巷的百姓们讨论的热点是两件事，一是将于两个月后举行的科举考试，据说皇帝会从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人中选驸马；二是京城最富有的富豪于前日去世，留下五房七妾共20个子女争夺家产。妻妾成群，
魏无羡听着旁边的百姓热火朝天讨论着第二个热点事件，抓住了关键字，心想这里居然是一夫多妻制，中原和修仙界可是一夫一妻制，那西凉国到底是落后于中原还是发达于中原？不用说，一夫多妻制肯定是落后的，但是这里商业繁荣明显强于中原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不仅是魏无羡不懂这里的事，就连无所不能的韩光君也不见得懂。修仙界本来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，人人只考虑修行业力，哪会理会人间的俗事？所以魏无羡听到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人变坏就有钱，豪门扩招分家产等之类的话，不禁啧啧称奇。这些话好像很道理，他津津有味听着百姓们交头接耳的谈论，咬了一口又香又酥的玫瑰花饼，看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蓝忘机，忽然扑的一声笑了。蓝忘机道：你笑什么？魏无羡若无旁人地从他怀里掏出小钱袋掂在手里，笑道：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恭喜你啦韩光君，不愧是皎皎君子则是明珠，你那么有钱却没有变坏。我说我怎么变成了有钱人，原来是我变坏了。他本以为蓝忘机会说他无聊，孰料蓝忘机微笑嗯了一声，竟是认可了他的话。蓝忘机怎么可能没听到百姓的交头接耳？魏无羡对号入座地将自己带入女人变坏就有钱的语境里，不由得让他会心一笑。在西湖逗留的那几天，魏无羡学着民间女子的叫法，贴上蓝忘机身上，拖长音调叫她我的郎君，你一有家事怎么可以接别人的绣球，怎么腻歪怎么来。此举成功吓跑了前来寻他们的李姑娘和李太尉，两人才得以从西湖脱身。魏无羡看到他这副表情，知道他想起了什么，重重地拍了拍笛子，耍赖道：哎，我明明叫的是我的韩光君，不是我的郎君，韩光君你肯定听错了。出尔反尔是某人的专长，蓝忘机也不戳穿，脸上笑意更深了。魏无羡见警告不管用，干脆站到他面前拦住他的去路：你要是敢想歪，我就留在西凉国，再也不回云深不知处。未等他回答，一手勾住他的下巴，眼里波光眼恋，邪魅一笑：听说这里的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妻妾成群，我夷陵老祖现在也是有钱人一枚，嗯哼，你猜猜我会做什么？蓝忘机。魏无羡毫不弱势地迎合着他的目光，两人靠得很近，几乎要贴着鼻子。魏无羡微微仰着头，挑衅地看着他，就这样火药味十足地对峙着。